这锁头，哎，这压枪，这主播有点问题啊，感觉。这锁头吧，这主播。 有病吧！放旁边站个人不打你，个人竞技开始针对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 MS， 这恐怖弹道控制，笑爆！哎，这么多枪没死啊！ 打头了，蹲下，走位，这恐怖弹道控制，哎呀，这 M4，这个人竞技要把子弹打完的 M4 吗？这么厉害吗？我的天哪！ 这么简单吗？就摁住不动，摁住不动的 M4 就结束，打呢？啊，这简直有点没意思。60赫兹，真是没人能治我了吗？现在？ 这走位，哟，感觉没人能治我了。 这么稀吗？我的天哪，这雷神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，这一百血就是稀死啊！我的天哪，这雷神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，太恐怖了，这连枪！这谁能治疗我吗？ 这摇头，80-20连杀，这雷神，哎呀，这雷神，这也太恐怖了！哟，简直是远战，连近战武器都用上了，这雷神，哟，锁头雷神。 COP 控制一下。是啊，这谁能把我治一下啊？只有靠你们在我直播间学会，然后将来参加省赛啊、院赛啥的 ，TGA 进到 CLPL， 争取来把我治一下。否则就没有人治我，游戏就太简单了呀。 只有刷个城堡收图，然后慢慢从 TDA 走下来，走到 CLPL 这一步的时候，可以治我了呀！现在是根本治不了我呀，没人能治我，只有靠你们在我直播间学会，将来走入 CLPL 治我了。
呀，这雷神整个穿越火线都拿我没办法呀，我这雷神这么稀，我的天！走位，三连发，三连发，三连发，哇，这太厉害了！穿越火线都治不了我了，细节。这么疼吗？每天1000个在打排位，绿豆虽然说是官方内定冠军，但是我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的。我要逆天改命，改了这个内定冠军，好吧？走位。兄弟，这游戏怕了解，了解一下。我要逆天改命，改了他这个内定冠军，好吧？这么稳的雷神，哎，打俩头，打俩九十九十，哎呀，这四太啊，压枪，恐怖压枪组织，98、97啊，不是，我这10分钟就杀130，那我肯定是160啊，这把。哎，我现在雷神确实有点太厉害了。90，确实有点稀。穿越火线确实现在没人能治我的雷神。有病吧，站着不动。